想要住进你心里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坐时光机看银河系。抖音，我想要住进你心里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坐时光机。抖音。在我那个包厢里，我跟那个女的合唱来着。好，来喽。他的那个提问的也是。我刚唱了两句，导演就卡了。就是他们这样起来的吗？那就是从头啊。你是歌手？歌手？我先走了。唱歌是真的，来两句。我不敢听了，我也是。哦，就在这一个。那就拍那一场，反正方式都一样。